三個中產黨，今日我哋會講一個好敏感嘅話題。咁啊，呢個問題咧，如果我其實兩單嘢咁啊撈埋一齊講，因為都係同一啲性別啦，同性有關，總會講得曬嘅。咁啊，我哋就叫做咩咧？合併就叫做龍偉文食豆腐事件。咁啊，有啲人咧就係啊，咁有啲人就由食字啊，叫做龍埋身的女孩咁樣樣。咁啊，其實我哋先講前半部分先啦。咁就係有個即係其實一個社會工作者嚟嘅，因為佢係即係其實佢唔即係有，雖然你睇個樣奇嚟咧，但係其實佢都大學畢業嘅喎。咁啊，長期喺啲南亞裔嗰啲 NGO 嗰度做嘢嘅。咁啊，佢又叫龍偉文啦。咁啊，最近因為早排咧就有人報警，就話咧佢同一啲嘅未成年嘅少女就發生好多即係親密性不必要嘅親密接觸。咁於是咧就有警察咧就上門拉咗佢。咁啊，依家搜證中。咁啊，聽講啦，因為唔確定啦，就話有好多即係不雅嘅照片咧，係佢同啲未成年嘅即係女孩係一齊影嘅。好啦，咁啊，先問下你哋，即係你有冇睇過呢單新聞，或者你就留意到啲乜嘢咧？首先我講咧，好早我就留意到，因為係應該係香港討論區度攞出嚟嘅。咁我當時嘅時候已經覺得即係未報警嘅，當時覺得就係有幾個感覺。第一，佢嗰啲照片其實冇乜大問題。係，即係如果逐張逐張睇，冇錯。但係你當一堆人，即係你每一張都係嘅時候，即係你同啲女仔好親熱，你可能路上你攬住老女童冇所謂嘅，即係你都好親熱啫。但係你原來你有幾十張相，係啦，都係用到烏索度，咁你就冇得救啦。咁第二就係佢其實係公開咁喺 IG 度登出嘅發布嘅，咁俾人哋 cap 咗 IG， 咁於是乎就係點解作為一個咁樣嘅人？佢係一個咁愚蠢咧，即係嗰個愚蠢程度啊，係令到我震驚嘅。即係話俾人偷咗相啊，自己俾人 hack 咗個電腦啊，都合理啲啊。有咩人自己放低自己公開上去咧？唔覺得有問題咧？其實一張半張冇問題嘅。可能佢會唔會就係開頭就係一張半張冇問題，儲下咁啊，儲下儲下儲咗幾百張咁樣。佢應該又係已經係儲咗幾千張，但係問題咧，正如頭先所講，可能佢有啲好不雅嘅冇收藏，冇攞到出嚟，咁就剩翻嗰啲佢覺得 OK 嘅。咁其實係 OK 嘅。只不過你呢個運咗落去，大部分運咗落去係 OK 嘅，但係佢就冇運到落去。係咁大師好似仲有其他嘢你睇得到喎，就係嗰啲人點樣樣去即係評價呢件事。嗰個姓杜嗰個叫杜乜鬼嘢啊？杜真豪。杜真豪就引咗一個台灣嘅人，台灣人嗰個杜真豪同佢咩關係嚟㗎？都是啲社會社區工作者或者啲左翼人士咧，關懷弱勢嘅。即係佢哋可能有個圈子都係。係啊。即未必是一定是很熟悉的，但起碼是同一個圈子。他其實就引了這個是那個矮化兒童肢體妖魔化跨年齡的戀童症的一篇台灣人寫的，他就將戀童癖，你即是你妖魔化了戀童癖，那我愛細路是沒有罪的嘛，那呢又會講一個兒童應該有性自主權，還有是五歲的兒童和十幾歲的兒童都是有分別的，他那個好像十二歲的嘛，他那個好像十二歲就已經跟五歲不同了，他已經開始有 自主權了。還有很多呢他就講呢就很多呢是人呢其實除了弱勢社群都不是只是女童的，還有囚徒啊、病人啊，很多弱勢社群來的。咁然之後除此之外就是話很多人他的 experience 都冇唔係好壞嘅，只不過你夾硬再抄翻出嚟話佢壞啫。OK。咁當然大家我諗嗱，我要強調呢個就唔係嗰個杜先生講嘅，係佢引用呢、這個，佢話喂，其實戀童癖、戀童症都有好多唔同睇法啫，我哋唔可以開放啲嘅態度去睇咧咁樣。我覺得咁當然我哋實際上掌握正常人都好難接受。但是我們如果作為一個朋友的話，即如果我們是有些發生的事，竟然他都是有一個朋友去出來為他這樣來辯護的話，這個真的好兄弟，即是人生得一知己。之前周顯大師提出一個理論的，有很多人說喂，我們是朋友，你出了事我一定撐你，其實撐你沒有意思的，因為如果那件事是你對的話，其實是不是朋友都會來撐你，或者根本就不需要撐。真正的朋友就是在沒人撐你明知你錯的時候你還要出來撐，還要中箭啊，這下不是，而今次這件事是更加 special 的，這件事根本是沒得撐，所有人都是會中此之的。喂，你說不是的，我匿名的，那我不負責任，求其講句話送你去死沒問題。喂，不是，你將你自己的名字壓上去，你跟他一起做箭靶，喂，呢啲就真係冇得。嗱，我咁講，呢就叫三個字真。如果寫上真啲例子，如果寫，如果你其實，如果你喺個一個共同體嗰度，小共同體度，你充滿咗呢一種願意為你兩協插刀嗰個兄弟，你其實嗰個實力咧，你係無可匹敵嘅。即係如果你有十個八個呢啲兄弟咧，你可以做大事噶啦。因為講乜嘢佢都信你啊嘛，講乜嘢你都唔係佢都撐你，佢未必信你，你都撐你。其實當年嘅時候有好多烏鼠係幾個人嘅啫，但係攞支槍指住
指住啲天王巨星拍戲，嗰堆烏鼠係得四個人嘅啫。四個人，你四個人唔怕死嘅四個人，夠兄弟四個人，你香港幾百個古惑仔一齊圍住佢哋，佢哋四個人就可以指住個經理人，攞支槍指住個經理人，你跪低啦，然之後就捉咗個天王去拍戲。就係咁樣。其實只要你大家夠團結，是可以無往而不利。我估不到呢個故仔個教訓係咁樣。咁阿 Kelvin 你點睇咧？簡單。我講翻一啲外國慣例啦，又係你睇下美國咁樣，即係美國叫做好多嘢好多左膠啊，就會開放啦。但一去到細路仔嘅時候咧，兩個大家都熟悉嘅例子，一個 Michael Jackson， 一個近少少嘅 Woody Allen。Michael Jackson 大家知咩事啦？話佢戀童即係細路仔啊。Michael Jackson 係一個完美嘅人，除咗戀童癖之外，係啦，即係都可以搞到佢即係臨尾嗰幾年係除關。無端端瓜咗先至覺得佢可愛，佢之後嗰之前嗰即係臨死之前嗰十幾年都係都受呢個醜聞困擾。係啦，就算係依家死咗十幾廿年之後，而家扭翻出嚟又鬧過又鞭屍過。另外一個例子 ，Woody Allen，Woody Allen 係我講過喺個節目度，咁佢因為佢抄翻佢話佢以前即係佢而家嘅老婆係佢以前養女嚟㗎嘛。成年嘅時候就係啦，佢養女又有個靚妹出嚟話。佢個前妻定女朋友 Mia Farrow 講翻佢以前即係又有啲咁嘅話個女同佢有啲乜嘢性侵佢，咁已經係喺美國又係好敏感。佢但係已經凋淡咗，係到舊年啲人都講啦，佢呢過去呢三五七年年都再有戲推出嘅，係舊年冇。舊年冇就係因為又撩翻啲新聞出嚟，咁所以就算喺美國相對比香港開放。的地方一講到細路仔咧，就係、是、條線就係、是、就冇灰色地帶㗎啦，係啦。咁講講，其實嗰樣嘢本身，如果你冇第二個咧，係使得嘅，即係你嗰個細路仔，可能你由五歲開始，幾歲開始留？搞佢啦，但問題原來係食咗年之後廿幾歲之後，然之後咧原來你到上台結咗婚，一旦子結咗婚嘅時候，你真係冇辦法啫，你真係佢都係你咁咧，你點講都得噶。但問題你仲有單身噶嘛？係咁啊，當然啦，呢個就係呢一個農民新的女孩啦。咁啊，另外一單係咩咧？咁又我哋又唔係話即係逢出性嘅嘢就一定好 key 一 cut 嘅喎。另外一單我哋自己起碼覺得好爭議性嘅就係呢一個嘅食豆腐事件。係咁食豆腐事件簡單嚟講咧，就係而家咧早一筆出咗一個廣告，即係好多啲食字。其中一個廣告的講法就是咩咧？就話你得閒就上嚟食個豆腐啦，有雪糕，係有個雪糕，佢整咗個雪糕，一個係豆腐味雪糕，咁然後佢就加咗句嘢，就話你得閒就上嚟食我豆腐啦咁樣樣。咁跟住就當然啦，就俾一個好著名嘅即係女權分子啦嘅。佢個伴侶其實佢都係嘅，都係嗰啲好性別嘅，即係自主啲，即係性別自主啊，平權分子嚟㗎啦。我唔知係咪自主啦。係，總之係平權分子啦。因為我覺得好，可以即刻就講係咪自主。即係阿黎明嘅老公，我反而唔記得咗佢老公叫咩名，但係佢老公姓鐘嘅，姓鐘嘅，係有玩音樂咁樣。好就寫咗個投訴信，就搞大咗件事，就話：喂，你依家揾食豆腐呢個字嚟玩，你跟住食豆腐呢個字就係含有呢一個。非禮啊，博懵嘅意思啊！你而家係咪就係消費女性啊？你咪就係將呢一種即係我哋講對即係女性不即係呢一個侵犯嘅意思，就應用喺呢一個嘅廣告上邊啦。即係作鼓勵咗呢件事，即係認同咗呢件事咁樣嘅講法。咁啊，大師你咩睇？咁我覺得就呢個當然。首先係咪先？首先食豆腐呢個字你點睇咧？食豆腐呢個又講翻有幾句嘅。食豆腐咧，應該咧就係嗰陣時咧就冇乜機會。男人即係口頭嘅 flirt 啦，去 flirt 一個女仔嘅，咁所以你一定要去幫襯買一啲嘢啊，咁樣先至佢能夠做到嘅。咁當然有啲 case 係咁啦，但我認為嗰啲 case 咧，即係話你而家上維基百科，你都會見到我原來就係出自邊一個嘅。但係我就認為咧，因為咧嗰陣時咧，即係啲人冇咁多機會去肉店啊，去咩店啊咁樣嗰啲，咁豆腐店係好多嘅。咁你亦都唔好多餐廳，因為大部分人喺屋企食飯嘅。當時嘅時候，其實餐廳成行係呢一百幾十年嘅事嚟嘅啫，即係唔係好多年嘅。咁所以大家咧，你好大機會接觸一個平民嘅婦女，然之後用口頭，可能係佢老婆，可能佢女，然之後口頭去調戲佢，咁咧就係你買豆腐，即係嗰只豆腐係一樣好 common 嘅食品。咁而且咧，你係好家庭嘅，即係如果你係買米，你唔會一買米係大集團嚟嘅，跟住米好哇，好高級。你然之後有啲人有好多男人託米啊，咁但係豆腐店有好多自己嘅家庭企業，然之後個老婆或者個女，咁所以咧就會有咁嘅嘢。咁事實上而家我哋都周時去幫襯嗰啲
去幫襯啲餐廳，咁我哋都會食下嗰啲 waitress 嘅豆腐，即係會咁樣樣會發生。其實幫襯，所以古時嘅時候嗰啲傳統智慧就話，千祈唔好俾個女人，你個女人就拋頭露面，做啲拋頭露面工作。你聽過大家拋頭露面工作，因為拋頭露面就會俾人食豆腐啦。咁但係其實發展到而家個經濟，女性個受教育咁高。他們出來賺錢的能力又未必一定比男仔低，很多企業的高層都是女人來的，都吃豆腐。那他會不會，譬如說一個女仔出去餐廳，有個大隻有型靚仔的小鮮肉 waiter， 那他撩他或者去抽他水，算不算？我有一個朋友，咁啊，孤偉奇聞咧，姓白嘅，係女人嚟。咁佢有一班 friend， 我唔係話佢，佢有一班 friend， 咁都同佢差唔多年紀啊，或者細少少或者大少少。OK， 咁我同佢一齊食飯，我記好記得嗰個叫做順德咩漁港之類咁嘅嘢啦。咁有一個男仔，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嘅樣都唔會好得我幾多噶啦，可能衰過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後生廿零歲，咁嗰班人就捉住嗰條仔，就不停咁用口頭調戲佢。哎呀，你好靚仔，係咁其實如果你一班女人嘅話，都周時會調戲，而且調戲係尺度咧，係我覺得我哋係男人都唔會做嘅，係冇錯，係好離譜嘅。但係問題嘅就可能甚至可能摸手摸腳咁樣嗰啲，但係即係呢樣嘢同時間亦都發生喺一個男人或者女人嘅身上都會。嗱，我再講多少少佢哋點投訴嘅原因係咩？其實都唔單止嗰位鐘教授嘅，依家有20個關注性別平權嘅或者防治性騷擾嘅團體咧，都已經發起條聯署向平機會投訴啦。咁第一樣係咩？他認為咧呢啲咩你中意就可以隨時嚟食我豆腐，你食還食，記住食得温柔啲啊！呢啲咧係邀請大眾加入佔女性嘅便宜，令人哋覺得咧好似係鼓勵人哋性騷擾同非禮，令人感到冒犯同不安。第二樣嘢係咩咧？佢話呢啲叫咩啊？呢啲叫做敵意環境啊，或者其實敵意語境咯、啊，我諗就係、是、喂，你已經係塑造咗一個環境，就覺得喂性騷擾都冇問題啦，鹹濕下都冇問題啦。咁你塑造咗呢個環境之後咧，其實你就係用咗一種不言自明嘅方式去騷擾或者侮辱。食豆腐係一種口頭嘅性騷擾啦，即係毫無疑問，或者好輕微嘅手頭性騷擾。你食豆腐呢個字係。一個客觀陳述的行為嚟嘅喎，我唔會周街見到條女咧，我話食豆腐食豆腐食豆腐，咁唔係一種性騷擾啊！你講完一啲嘢就係你係咪食條女豆腐啊？應該係咁樣嘅嘛。O K， 食豆腐講話，你唔會無端端走去一條女嗰度，然之後同佢講呢樣嘢食嘅豆腐，你係已經有一個 buyer 同埋 seller 或者一個某一個程度關係，或者可能係一個僱主僱員或者一個朋友之間，你先係食嘅豆腐嘅。咁我覺得就係其實。有很多女性，如果你吃的豆腐是很輕微吃豆腐，她們會覺得不以為誤的，即是你如果將所有東西都矯枉過正的時候，人生是會少了很多樂趣的。但是當然如果你直接跟她說喂今天搞事，那她當然是哇大家覺得很惡頂，但有時有一些很輕度的吃豆腐，在一個社會上我們是不是真的令到我們即這個當然會有些人覺得很 irritated，但問題都有很多人覺得是完全無所謂。如果你完全將呢樣嘢禁止曬嘅話，你個社會就會變咗一個可能你會去到一個好機械式嘅社會，而且大家即係變咗咩都唔講得。我覺得個社會係更加唔健康。嗱，周遠大師就係將個焦點放咗喂，究竟歡迎嚟食我豆腐呢樣嘢係咪好過分啊？我睇就兩樣嘢，第一食豆腐呢個字咧。真係可能係30歲以上的成年女人，或者甚至阿蟬咧，先話 wear 佢嗰個嘅意思。我諗冇一啲十幾歲嘅僆仔咧，係真係即係除非佢好有深刻嘅即係語文造詣啦，係會特別知道咩。而家俾佢炒起咗，反而就會可能即係多啲人留意啦。好多時你同我女仔講，喂，瘦生。喂，你咪受我溝先，即係咁算唔算食豆腐啊？即係明唔明白？唔係，我依家係講呢個字先，我先講。我先講呢個字，究竟佢仲有冇嗰種破壞力？我已經覺得好質疑。因為依家好多人唔知道乜 Q 嘢叫食豆腐。第二樣嘢係咩呢？你就話佢呢個字係營造咗一種，佢都有講女性嘅一種敵意對女性嘅敵意意境。我心諗今時今日。我絕對可以用食豆腐去講女人口頭性騷擾男人。係啊，咪就時代唔同咗嘛。係啊，喂，你話以前食豆腐呢個字係專門應用喺女性，我同意嘅。喂，但係呢樣我諗都係20幾年前嘅事啦。今時今日，我可唔可以話一個女人食男人豆腐啊？當然係可以啦。既然係咁，呢、這個就唔關性別嘅問題咯。你唔能夠將呢樣嘢係話我將你呢個女性置入咗一個弱勢嘅所謂敵意語境喺入邊啊嘛。呢、這個就係咁樣。如果你用一個裸女去做。招來去做廣告，你就是侮辱女性。你用一個裸男去做招來，你亦都是侮辱女性。係，咁即係點咧？唔係，我反而就係講
你如果有一個裸女說歡迎你隨時吃我豆腐，我認同這個是敵意的語境，但你拿杯豆腐雪糕然後你歡迎隨時吃我豆腐，我就很難在今時今日這個環境，你說二十多三十年前還是很歧視女性的，或者古代的中國可能是今時今日的香港拿著杯豆腐雪糕說歡迎我們即來吃我豆腐，我算什麼騷擾性騷擾、這個東西叫做道德塔利班，還要對女性性騷擾，我想想這些阿嬸麻煩你快點全部，這些就是性別歧視，夾粉買回姑婆我覺得一起我覺得這些人應該他應該自己照下鏡看看還有沒有這個我不敢說不是對我OK 是我說的是啊OK 好，這一集就到這裡。